为什么男人都喜欢丰满的女人呢？你想想，什么男人会喜欢瘦女人呢？就是没有经验的男人。20多岁的男孩呢，可能就喜欢那种清汤挂面呢，比较消瘦的女人。他有保护欲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会发现，但凡有过生活阅历的男人，谈过几次女朋友的男人，都会喜欢这种微胖一点的女人。太瘦的女人呢，没有办法呈现出女人的线条美感。同时呢，女人微胖的时候，雌性激素偏高，她的身体反应是很敏感的，情绪表达和唤醒的速度会很快，感受也很刺激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女人身上的肉啊，它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状态和身体的感受力。如果想让你的女人为你臣服，那你就需要这样一条内裤了。它这个呢是温感科技的内裆，防潮防湿还防异味的。遇到潮湿，这个小黑点呢就会自己消失，让你知道下面这块它有两个小磁石，它会释放出微弱的磁场呵护你的哥哥们。面料呢采用的是柔和的莫代尔棉，特别的亲肤柔软，老舒服了。而且这个腰头是宽边的，后面呢还有一个小皮标，看着特别的有档次，跟女人亲密的时候，有一条这样的内裤特别的显气派，你值得拥有。